第一次的感觉啊，兴奋、紧张、开心。其实今天我本来在台上想讲，可是我刚可能一急紧张忘记。就是其实今天也是我今年刚离开的外婆，她今天她生日。那前年一二年的时候，她本来也是说来看总冠军，然后不幸的遭受到车祸的那个事故，然后没办法起身下床，那就一直到今年离开了。那今天又刚好是他的生日，然后希望这个讲座能送给他，希望他在天上能够感受到我的荣耀，分享给他，这样。